们肯定是魏国了。那我们呢？产美人的国家。产美人的国家。吴国是吗？那我们俩就是蜀国吗？我们俩蜀国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小乔。我大家应该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我们俩长得那么像。董卓。我是小乔的姐姐大乔。啊，大乔大乔。魏国。柯镇恶。老夫司马懿，魏国的军师。主公。吾乃曹操也。蜀国。常山赵子龙是也。常山赵子龙。常山赵子龙是也。军师。少年诸葛亮。是。我们今天是分组战，魏国、吴国、蜀国两人一组，三组都各有自己的优势。魏国因为兵强马壮，拥有出使兵马10个；蜀国呢，因为擅长建造武器，所以说蜀国拥有的武器是10个。咱们借他们的剑。吴国因为粮草丰盛，拥有的粮草10。哪儿弄来那么多的粮草？攒的。你看我妹妹饿的。看不出来粮草很好吗？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粮草行了，兵马不来吗？没有，哎，我们就一路吃过去吗？美食节目。所以说啊，三种资源只有组合在一起，才能产生真正的能力。兵器加粮草，我们就可以得2分；兵力加武器也可以得2分。如果兵力加粮草加武器，可以得4分。那兵力现在最吃香啊！你们都要争取拿兵力，我们就要拿你们的东西。对，每轮游戏结束之后，我们会给大家释放额外的资源，然后呢，会给你们商谈的时间，你们可以置换资源。最后，我们就要看你手头能组合多少个战力去打仗。军师。游戏我是不行了，但是武力这上面你也不太行。好嘛，这位书童是所谓何事？我们来拜访诸葛先生。好，我们的卧龙先生已经恭候多时了，大家跟我进来吧。来，好，今天第一题我们就考验大家的知识量，看你。同时我们也准备了奖励，总分最高的那一组将得到兵马武器或者粮草，必胜呀。赵云，你是因为什么说我们必胜？因为刚才把武器给丢掉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文将。第一个游戏，古代谦词问答，我们给出情境，你们要说出古代的谦词，答对就积1分。游戏结束后，最后一名要被打手板。谁打呀？我。树一打，树一最狠了。我们是抢答啊，开始委婉拒绝说什么？失礼，失礼。哎，我先举的手。不是，他们的声音都特别的低沉，只有小童失礼。我的声音低沉？我的声音是低沉的吗？啊，诸葛先生评评理。那我们这边手高。那这轮就不算分，要先举手再回答。别人的家叫什么？府上。府上。答对了。自己的家叫什么？寒舍。寒舍。答对。对方的字画叫什么？小童。墨宝。答对。哇，我们大乔小乔才貌双全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初次见面的时候说什么？诸葛亮。久仰。答对。自己的见解叫什么？拙见。蜀国。答对。读别人的文章叫什么？拜读。答对。哎呀，厉害。请人让路叫什么？接光。答对。司马懿 A 砸光。司马光。邀请别人说什么？诚邀。答错。屈尊。答错。我来。屈驾。答对。天哪，我们是亲生的吗？好吃的全给你了，就让妹妹学习。我司马懿没答出来。那个没事，这都是小分，前面都是小分。招待不周说什么？请便。招待不周了，你还在哪地方？你这不是招待不周，你这是放井了。但招待不周是啥呢？失礼。答对。哇，小童又说对了。提出意见叫什么？赵子龙。拙见。错。进言。答对。哇哇，
我们举手没？你们你举晚了，好早好早，最早的一个，最早的一个，最早的。他们是最晚的。提出意见叫什么？他好像就两边不看，无头不看我的，我看我看，从第二只眼睛就烂了，对对，烂了，他才是真正的柯震恶，盲侠。长辈的关爱叫什么？垂爱。垂爱，答对。你声音小点，让司马懿听见了。司马懿天生双凤耳。天哪，司马懿还要偷小乔的答案？司马懿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羞煞你了。跟朋友绝交叫什么？大乔。郭喜。郭喜，答对。你为什么不说呀？我有点不太敢说。你怕你做你自己，你怕你做你自己学霸的人设。所以你把姐姐做成学霸的人设，到时候下一期你不在的时候，姐姐怎么办？问别人你要做什么怎么说？贵干，答对。问别人年龄怎么问？贵庚，答对。问别人国家是什么？大小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是贵国。答对。贵国，贵国，真的吗？问别人姓什么怎么说？贵姓。这一套题。贵干，贵庚，贵国，贵姓。你不能坏他吗？称自己的妻子叫什么？卓女，错。卓妻，错。来这儿，糟糠。内人，内人，错。家内，夫人。对别人说自己的老婆，对。卓娘，卓人。卓内，错。卓精，对，答对。卓精呀，呀，哪儿哪儿哪儿？卓精，请别人原谅，诸葛亮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担待，错。海涵，答对。老年人称呼自己叫什么？帝尊，错。老朽，答对。漂亮。老年妇女称自己是？大乔。老妪。老妪，错。赵云。老生。老身。老身，对不起，口音。蜀国，答对。老什么身？老身。老身。老身姐啊，嗨。啊，我自闭了，有点。我们这样，每道题你先答。看你错多少。自己的谦称叫什么？司马懿。鄙人，答对。称自己的意见，大乔。拙见，不对。鄙见，答对。称自己的文章和书画叫什么？桂画，错。拙作，拙笔。小乔答对了。啊。大乔，小乔，我们姐妹俩来来谦称自己呀、啊，没有文化。千夫，错。千夫的爱是吗？妹妹你坐上头，哥哥在岸上走，来吧。三国里经常武将会这么说的。莽夫，接近。脓包，脓包。小生，不是，我草莽，一介武夫，接近。哎，武夫也不对，经常说我是一个大。大，我是一个大什么？哦，大老粗，答对。呀，这个把我干炸了。哇，好厉害！没事，你也可以的，妹。你现在真的是笑了，赵子云。饱读诗书，才貌双全。那魏国领先一题啊，最后一题魏国胜则胜，如果吴国胜则打平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胜。那如果这题蜀国答对了呢？蜀国答对不丢人。求别人求情的时候啊，谦称自己的情面叫什么？大乔，薄面。答对。打平了。没赢，又是平了。赛点了，赛点了。来，反正我是武夫，我不丢人了。举先举啊 ，OK。来，最后一题，在古代的拜托也叫拜托也劳驾，错。借光。有劳，不对，怪拜托，古代的拜托是不是？对，古代的拜托。哎呀，古代的拜托跟拜托两个字有一个字重的，托付、拜求，不对，嘱托，嘱托不对，什么托？什么托？托拜、重托、付托。我也不知。诸葛孔明被我难住了。
附托，附托，委托，委托不是，奉托，答对。是这一句，大哥，你走的时候请了个假先生啊。我们姐妹二人才疏学浅，但是才貌双全。我问一下大乔，你帮什么忙了？既生大，何生小？恭喜吴国啊，拿到了最优的奖励。魏国拿到第二重奖励，蜀国没奖励啊！天哪，这兄弟二人！我一介武夫，徒儿打了。哦，快打！使点劲儿，输爷。你们各派人来拿吧，你去。我们拿几一个？我的。这是给吴国的。这是给就保密吗？对，因为你后边可以跟别人交换。69哦，真难啊！好吗？我们可以跟吴国聊聊，待会儿蜀国我们就抛下了。有人跟你？第二题叫三字默契游戏。这个游戏首先必须三个字，第一个人说出一个字，第二个人接他这个字，第一个人自己再说回这个字，赢了记一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就从第一名吴国开始吧。好的，请说出古代的文学作品三个字，开始。弟子规，答对。魏国，道德经，答对。梁，水浒传，答对。说出中国的地名，玲姐。张家口。就看我们大乔小乔二人。说出中国的地名，杨迪，张家界，漂亮，答对。狗。继续说中国的地名，杨洋，黑龙龙江，答对。哇，好棒！请说出一个茶叶的名字，玲姐，大红袍，答对。说出古代的一个文学著作的名字，杨迪。三国志，答对。漂亮，他挺厉害的。请说出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臭豆腐，答对。他们来臭豆腐。请说出古代的名人，小童。陶渊明，答对。陶渊明哪位啊？陶渊明，对。你俺是喝的，我是小样的陶渊明，我叫天小童。答对。请说出一首歌名，宝哥。我是谁？绝对有这首歌，绝对有。有成龙的片，成龙的电影里面有首主题歌，《周华健的我是谁》。有哈，答对。请说出中国的一个古代的名人，杨洋。朱海喂。古代的名人，古代的名人，不是地方啊。朱字，嗯，元这朱元哦，你刚想说朱自清是的，答错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答不上来，都比你们可爱。说出一个花的名字，玲姐，蒲公英。说出一个美食的名字，程程，臭贵。花儿，臭鳜鱼，臭鳜鱼吗？搜，肯定有臭鳜花这个。臭鳜花俗称烂了。再说一个美食的名字，程程，臭鳜鱼。好，我想问一下。跟臭的东西有缘，每次问他们说出一个美食，臭。请再说一位古代名人的名字，小童。辛弃疾，哎，答对。哇，才貌双全，李清照。厉害呀、啊，吴国。讨厌讨厌讨厌。这明显中间就是文化的一个哈。当然了，谁说女子不入男？
请说出一位美食的名字。尝尝。罗。不。丁。好吃。首先说萝卜丁是肯定有，但是美不美食就是很难称作为美食。萝卜丁，今天来我们家给你做到美食，来萝卜丁，臭鳜鱼，还有臭桂花。再说一个美食的名字，尝尝。萝。不。滋。萝卜子，真想说罗师傅，但没想到他又接的是波。说出一个职业的名字，玲姐，护士。护士长。友情提示。友情提示，友情提示。哎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觉得你这种智商就别帮我了吧。护士长是一个职业吗？再说出一个中国地名，宝哥。啊，这松花江。答对。说出一个职业的名字，杨洋。松。物源，一个人说两个人啊？你的物字我们听到了，不是你不剪出来就更天哪，果然计策多，诸葛先生，诸葛先生跟我想的差太远了。说出一个古装剧的角色名，宝哥。张无忌。答对。说出一个影视剧的名字，尝尝。五五啊，是问我是吧？哦，好，再你再问一遍，再问一遍。俩人开始演戏了。我们俩没有沟通，好不好？你问一遍。好，那我换道题，说出一个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什么？再说一个职业的名字，小桃。魔，哎，魔术师。答对。哎呦，可以。还好家里生了你，要只生了我一个，可怎么办呢？那再说个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哎，这家还没扣啊，还没扣。窝什么东西啊？窝头，大头菜。再你再来一遍，你再来一遍。说出个古代人名，杨洋。蜀国亡国了。哎，先生，该出来了，先生。快，先生。诸葛亮三回茅庐，赵子龙七进七出。不是，你们看不到杨洋跟程程两个人刚才在那对美食，大头菜，窝头。窝，你要说啥？窝什么东西？窝头，大头菜。说出一个影视名字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他们对半天美食，大头菜，跟那个萝卜丁吧也是差不太多。等一下，我刚才确实那个有点缺氧，你刚刚那个问题我可能没。咱们五 A 级景区，呼吸这么好，缺氧了在这儿。这儿的氧气含量怎么样？特别的高，100%。100%五 A 级景区，是不是碰瓷儿？你诸葛亮在一个缺氧的地方住吗？陇中还缺氧？哼！咱们魏国，魏国争光了，魏国。胆敢对我先生如此无礼？怎么如此无礼？好来好来，不笑了不笑了。好好来，我们一直都好好来的。说出古装剧的角色，玲姐。李逍遥。答对。说出一个美食名，杨迪。回锅肉。答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听了那么多臭鳜鱼，什么听到回锅肉感觉好新鲜，你知道吗？再说出一道美食的名字，杨洋。不臭。滚。滚。菜呀、啊！我的妈，臭酸菜！好，这样，我就随便说一个三个字的菜好吗？别往臭上想了，绕开这个臭，想一个。牛肉面怎么了？休得无礼！哎，你说，三二一，说美食。三。
三傻还三，三傻，他反了，他反了，啊，他是第三仙，人家是三倍计，什么第三仙？我的先生有问题，一定是五 A 级的景区醉氧了，你醉氧了。来，恭喜大家，这一轮第一名还是吴国姐妹，大乔小乔，吴国姐妹花，谢谢大家。第二名恭喜我们的魏国，曹操司马懿，蜀国仍然是最后一名哈，你们各派来拿吧。来，那我们请大家进行密谋吧。来吧，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啊？12个草，2个兵，咱们哎，那咱们是不是再找2个5就可以凑这个呀？就凑这个4，我们就缺2个5。对，我五是谁呀？五是那俩。先生，我们现在说实话，我们跟谁结盟，我们都有点不太配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有，我们是兵器，对吧？对。兵加草等于二，兵加草等于二，其实都一样，就是得跟他们任何一个都得去互通一下关系。我们其实这会儿什么都可以来点，他们也会找咱们换，他们会找咱们。现在是那个蜀国好忽悠一点，你看看，怎么蜀国在那儿呢？你们密谋的地方会不会太近啊？蜀国好忽悠一点，蜀国的朋友们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现在要一起打吴国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是的，因为吴国现在很猛。对，所以你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？我不是我们想跟你们，你们必然要跟我们，这个是你们的必经之路。这是你们必经之路。一换二，一换二不干，那你们就一分没有。我就跟吴国去了，你们就来回换草吧，确定吗？五换四好不好？五换四，嗯，五换三正合适，你相信哥的。曹操也不用站这么高吧？要不我怎么跟你们聊啊？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嘛。换三肯定换不了，咱们就不聊了。五换四，咱们得拿得住，绷得住还行。公子啊，我们待会儿说啊，先别过来。哎，小女子，待会儿啊，快点换五换四，现在还可以换，可以吗？我是建议，蜀国的两位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。罢了，他们已经结盟了。五换四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好，千万不要管吴国。行，先这么着。两位还算一下账，来算算账。吴国女子，来，我帮你们算分儿。你别跟蜀国去了，蜀国。我现在有了小童，我不需要你了。行行行，哎呀，没事儿。他们必然也要找我们来换，因为他们不够不成这三个，他们也不会加高分的。所以说我们等着，姑且等着。我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算算他们的。蜀国现在是给了我们。我笑成这样子，哎呀，做成多大买卖，笑成这样的，我们别算了，去吧，我先去看看。你们想怎么换？你们说嘛。我们就跟你们联盟，就是我们的都可以给你们。你们想怎么换？你们说嘛。我们就跟你们联盟，如果他来找我们，我们就答应他，都要，我们就一家独大。我们就跟你们联盟。妈呀，就是纯联盟不换是吗？就是唠嗑啊，坐这儿。不是，就是我们的都可以给你们。嗯、你们现在有多少个？十几个？我们不知道。你们不是找我们吗？你们找我们俩到底有没有事儿？有事儿，拿出你们的诚意和你们的解决方案。就是想把吴国给捧大了。给捧大了，就是把吴国给壮大起来。那行，那你们就直接把东西都给我们吧，我们也不用交换，你们就拿过来嘛。那是太没面子了。那咱们走吧。是，我觉得你们给我们4个5，我们4个5，我们就只剩下1个5了。
我们再给你们一个草呀。你给我们一个草，四个五换你一个草。那你们刚才说要把我们捧大，是怎么吹大吗？我要准备回茅庐了。行，拜拜。姐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三个换两个行不行？三个五。嗯，换两个草。你肯定得让五，没有，因为一个五加一个草加一个兵等于四分。对啊。行，那你们，因为你们要行，三个五。不是，三个五可能，我再想一想。还想一想。三个五换两个草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不这样，我们两个兵器，然后加一个人力，跟你们换两个。我们不要人力。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富可敌国，我们坐在这儿跟你们这些小国商谈。那就这样吧，来吧，我们就要三个五嘛，就还是说好了嘛，因为诸葛先生就是一言九鼎。嗯，可以，我们值，我们是值的。嗯，是值的，三个五哈，三个五换两个草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哎，对了，我再跟你们那个什么一下行吗？就是我想拿一个草换你们一个那个兵，可以吗？你不要兵吗？就是一换一，因为我多了一个五。等一下，姐，我想一下。我没有，都不用我们走了，忘了吧？因为你们给我了一个五，所以我多了一个五，所以我就想跟你们换一个兵。其实换对我们来说也好事，也合适，可以。不然就是我们等于又多了一。对，因为我多了一个嘛。你不会坑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是多了一个。我们刚才有那什么吗？我们联盟了。哎，我不管你们是否跟他们俩联盟，没联。我只希望你们能够清晰的考虑一下。那边真的有杨迪，杨迪会坑死你们的。现在你要跟我们结盟的话，那他们就上去了。哎呀，很快，因为他们认为跟你们结盟了。那你们就真的吗？对呀。导演。先生，不愧是武将，知道吧？这是武将的力量。干什么呀？我想再给你换一个兵。可以换。哎，姐，这样我们这个要了没用了，也算不了分，就给你们。你们在聊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听，我看废了。哎，你知道杨洋做了些什么吗？他白给了我一批，白给了。还有刚才我们在交换兵马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少给了一个武器啊？我们给了五个，你们给我们四个。我们刚开始就被你们说的，我们要上头的换的，其实我们就应该五换五，因为你们没有我们的也不行。对呀、啊，你才反应过来呀、啊？还恨我呢，这要自己反省。还有我们现在丢了一个五，主公，我数了丢了一匹马。对啊、你们丢了，我丢了个马。这在哪儿啊？好，咱们大家呢先来看一场表演吧。好。还有古筝。这个编钟呢，是古代宫廷上奏乐的一种乐器，是音量很雄浑，非常的雅正。哦。金英雄。还有唱歌的，放歌唱的。是非成败转头。山依旧在，只
渡夕阳红。刚才我们做的曲目呀，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词：“临江仙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”哇，好帅，好帅！那么襄阳古城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诗词小游戏《飞花令》。这个飞花令啊，是咱们古人在喝酒行令的时候玩的一个小游戏。它这个名字呢，是来自于唐代诗人韩翃的一句诗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。”哦，这个玩法呀，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。古人呢，比如说我们要飞花这个字儿，第一个人呢就要说第一个字为花的诗句，比如说“花径不曾缘客扫”。第二个人啊就要说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，然后就以此类推。然后古人呢，他们假如是飞的时候没有接上来，或者是接错的话呢，还需要罚酒一杯。不会吧，我们要这么难吗？好，我们不用这么难，这是古人的玩法。对，我们就体验一轮，就一个字啊，月亮的月。我们春游家族一队，老师一个人一队，一 v 六，看我们谁能赢。这姑且算是我的主场吧，所以呢，就我一个人来点胸。那我先来一句《诗经》的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哇，厉害了！来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隅，九月在户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厉害厉害，满江红。江流婉转绕芳甸，月照花林皆似霰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真邻人不知明月来相照，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你来一个。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哇，好帅好帅。哎呀，真厉害，财富如车呀。老师可以介绍一下你那首诗的出处？这首诗呢，出自于《诗经》的《冰封七月》，讲的是古代的劳动人民他们的生活的一个节令，就是到了十月，蟋蟀就会因为怕冷，会躲进我们家的床下面。这诗词，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是。主公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啊，都唱出来了，哥。月有阴晴圆缺。好诗，好诗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我歌月徘徊，我无影零乱。哎，可以。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恰似一张破碎的脸。好，来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琴诗酒伴皆抛我，雪月花时醉忆君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春江花朝秋月夜，往往取酒还独倾。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又是一个冷门的了吗？起身大河声小。小乔真是太厉害。今宵酒醒酒醒，今宵酒醒何处，还是一个问句。这个就像你醒来这哪儿呀，这哪儿，我啥时候回来的呀。我来一句啊，林泉明月在，诗酒故人同。这是王勃的诗。哇，真厉害。我们背的诗，你能说出我们背的诗的出处吗？应该可以。那我给你一个难点的。哎呀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我都会说，学校歌都会说。苏轼。我怕把人家为难住了怎么办？很尴尬的。来点胸，那我再来一句啊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
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露同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雨门已准桃花浪，月殿先收桂子香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奈可乘明月，看花上酒船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醉愁眠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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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瓢祝月归春瓮，小勺分江入夜平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今夜孤舟月，闺中只独看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哇，好棒，好诗，好诗。啊，没想到大家能对上这么多啊！即兴作诗，因为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和面对危机的冷静判断，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七步游戏。每个人都有14个箱子，有的是真箱子，有的是里边放满了水的空箱子啊。每一组都会派个人挑战，如果你这7格都没有踩到水箱子，则获胜。每一排都有一个有水是吗？是的。那太这个太难了，它有规律的。规律是啥规律啊？规律是人心的规律。闭上吧。你们可以有一次求助机会，求助李老师。就一次求助机会、啊、对，每个人只有一次。哦，嗯，谁第一个来？我来，我来。这种他最擅长。来，我来。我就是刚干这种五活。那就是赵云。来来，准备第一格，第一格。咋直接跳啊？对，直接。我建议你第一把先拼一下。结束 ，Game Over， Game Over， 结束了，游戏结束。回来吧，没事没事，这纯是运气不好，无勇无谋，还没有运气。蜀国王，该你了，那我先来吧，我帮你参谋参谋，我想留下司马懿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对手的道路往前行？他不能，不可以，不能哈。他每个人给设计了路线，各有各的人生路哈。主公，咱们要细细观察，从这个缝中看出玄机，看不出。哎，别碰了啊！在那踢，拿脚假装踢。我们司马懿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司马懿最阴险。你们不会因为宝哥来下面挖了个洞吧？我就担心这个。不会这样吧？不会。没了。主公，这边很空荡。确信？相信司马懿。这个3、2、1，轻功。主公，这个什么？好 ，Game Over。现在就剩我们吴国一枝独秀了。大乔还是小乔？我也不会答题，我只能蹦跶。你也是你们队的大老粗。每个队都有一个大老粗，但没想到你们队俩。我明白了，他的规律是第一排肯定有一个，但是左右不知道。哥，这谁都知道的规矩，是哥说出来的。你也是大老粗。昏君，这本书可以直接叫《吴国演义》。吴国演义是无没有吴国也够呛。我们如果能达到2个，起码比他们强2个是吧？是。然后就会多一分吗？可以给你多一个东西。小乔，你分析分析。感觉导演组应该会把水盆错开放，就是一个左右左的顺序。选这个。好，听你的。我也觉得是右边。妈呀，那是左边吧？您也准备了哈。妹妹，蹦就完了。哎，哎，厉害呀！哇，蹲
信不信下一个还是这个文武双全。刘姐，下一个还是这个。我的一生被我的妹妹所操纵。哇哇，下一个这个这个。我感觉下一个还是前面那个。大老粗，我能信你的？自从我有了一个好妹妹以后。但我感觉其实是右边了。不，我肯定得左边。你听他的吗？我肯定听你的呀，姐姐现在是一个极限的木偶了。下辈子不要让我跟他做姐妹。哎，哇哇，陈哥啊，妈呀，妈呀！吴果好厉害啊！吴果有透视眼，我举报。这一生我已经够优秀的了，可是却碰到了小童。跳这个。跳，是这个。我觉得往这边跳。我觉得应该往这边。哦，但这怎么感觉？你选一个。我这样，我问他好吗？你还有老师提示可以问。我问一个老师，老师。这道题呢是我们的杨洋和关晓彤两位老师。左。反应的居然比我还要快，因为昨天你们刚说完，你们俩左，你知道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吗？我们俩还拍过一部戏呢，叫左耳，说不定左边那个是。耶！我知道了，下一个是右边。我觉得肯定是右边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我司马懿已经看出规律了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右边，右边，相信我 ，trust me，go， 三二一，走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啊，继续往前，不能再往前了，往左，往左，听大老粗的，大老粗已经感受到了水，就是右边那个，左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。My sister is best sister 。My sister is best sister.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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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葛亮接着他来，走，哥，我帮你出谋划策。来，杨洋开始了，让我来破解这个局。我愿意看程程整个指挥过程，我可爱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Trust me, go， 左边。第一个是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吗？我信你一次，信我一次。左边。三二一，左边。我失算了，哥哥，我是利用的人，你是最惨的，洋洋，从开始到现在你是最惨的一个。我失算了，我屁股坐到了第一个水里面，所以说洋洋是最惨的一个。洋洋 ，Your brother is best brother。蜀国亡国了。小童赢了那么多个，我相信小童是应该的。程程，你缘何相信他呢？这样吧，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不想再有机会了。我不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杨，可以试试。我不要脸了吗？哎，你可以试试运气。我可以把我 best sister 借给女友，怎么样 ？Sister。哎。Sister，My sister。来，我让我妹给你指点一个，然后她掉下去怎么办呀？没事，又不是咱们掉下去了。来，准备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是吗？对，为祖国争光。其实我觉得是左边哥。那我肯定跟你反着来呀。那你蹦吧，哥，相信你。相信你，左边。相信你左边。我左边。相信你左边。相信你左边。左边，左边。什么故事？左边。哇！还好没信你。我都不信我自己了。
节目效果，但是杨洋，你的面子找回来了。刚才哥哥没相信你，因为哥哥怕了，哥哥屁股现在都湿了。但我一定之后相信你。左边，还左边吗？左边，我相信你 ，Trust me。相信你，相信你。哎，哦，别膨胀，别膨胀，不要膨胀，绝对的。啊，等会儿。让我感知一下，右边 ，trust me， 相信程程，右边，哥哥，哥哥，啊。没有，我简直是罪人。杨迪，你站得跟杨洋一样高，但是我没有他丢脸。来，哪个？烛光，就这个呗。接下来是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哦，前边，走。简直棒 ！Trust me, trus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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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ust 谁 trust？ 感觉好轻啊！老师都要给提示也不要。大家打了一个平局是吗？没有，小童还没上呢。不，我们还是我上。可以，来呀，最后一格，玲姐。我天，姐只剩最后了啊！杨洋，杨洋的胜负欲真的太强了，哇，姐只剩最后了。对，玲姐就这一格，二选一哈，赌上吴国的尊严哈，赌了我们 Little Chair Best Sister 的尊严 ，OK？ 左还是右？右，相信你吗？我啊，不相信我了吗？因为刚才那个错了一个就不相信我。对他六个都信我，没有办法，错了一个就不信了。学习好的人就是不允许错一次。这姐姐好厉害。右边吧，右边，肯定得是右边。右边。这一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吴国哈，然后获得第二名的又是魏国哈。来，请吴国代表和魏国代表前来领。他拿三个。我拿完了。那个，这样我们决定还因为蜀国太可怜了，所以说还是给蜀国一个哈。诸葛先生，我丢不起这脸，我丢得起。哎，他们得到什么了？好东西。你们最需要的都什么东西？谢谢舞蹈。经过这一轮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要被打破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游戏，说不定可以逆风翻盘。我们来前往最后一个地点。叫，我来找你了。你好慢。把刚刚把所有的先倒出来，然后把废的全都换成有用的。对啊，咱们就赌最后一把就完事儿。你看这些都是有用的。嗯，先组成一个系列就。就这俩废的，再来两个粮草完事儿。对啊，把这两把换成粮草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，那就厉害了。最好反正就得有个草回来，保证一捆草回来行吗？对。咱现在是基底有14分了啊，就挺好了。我们，那我就拿这俩了，剩下都给你拿走。好，咱们现在又是一分没夺哈，这个环节。哎，不对，刚才他们给我们了一个东西，给我们了一个武器，咱们现在应该是12分，有那么多？
宝哥他们跟我们差不多，因为上一把其实他们分跟我们一样。咱们就这样把这些都给玲姐，然后告诉玲姐说保我们第二名。我们给他我们就没了呀。我们现在有一二，这是十二加二，十四分嘛，大家现在十四分，然后我们现在多了八个粮食。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粮草了，你们又给我们这么多粮草，只能去找人换。这里只有杨洋最好攻克，但是我们需要这个，这俩都需要，其实都需要。八个粮草，来人了。妹妹，别毛了。说起来，说起来。灵妹妹。哎。哥就是。缺啥？你说哥。缺粮草。那就直接给我吧，因为你确实也是。两个换一个吧，哥。哎，一个。我就一个了。哎，一个换一个。哥哥，杨洋刚才白给了我一个。得有个草回来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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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偷听，换着了吗？换着了吗？换着了，换着了，换着了。两匹马，一捆草。两匹马，一捆草。我觉得行了，不行，这亏了，亏了啊！抢，用抢的，主公。江山社稷就得打下来，抢下来。嗯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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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下不得手。嘿，还给我们草！谁在说我？你要穿老妹脚兜，攥的可紧了。给你两个草，换一个五。俩草换一个五。我们多出那一捆草一点用也没有，要那么多草干嘛？主公吃啊。那就得我吃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到等头后区吧。走，杨迪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换不换？你换不换？我都没算过，换不换？一个兵，把一个兵换，换一个五。一个兵，不是一个五，一个兵不行，换一个五。好，一个兵一个兵来，给一块一。行，哎呀，那咱俩就厉害了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分还是你合我意。今天啊，我们首先体会了蜀国到了诸葛亮的家乡，第二呢，也感受到了魏国刚才的魏国的文学。那么现在最后一个游戏，我们就要感受一下吴国的精彩。抱歉了，我们的精彩都在我们姐妹二人身上。吴国位于长江附近啊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经济很发达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这个集市来开启吴国的故事。在吴国有个最经典的故事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叫草船借箭。就是诸葛亮到东吴去谈合作，周瑜呢就要求诸葛亮在三天内集齐十万支箭。诸葛亮用计在船上用了草人，集齐了这十万支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布置了有关障眼法的任务。我们就请嘉宾一一进入集市，谁先来？我们蜀国吧。那赵子龙先去。先走一步了。吴国的主公。大刀走。第一个。对。一会儿给你个宝物，然后呢，这个宝物是当下集市没有的东西，要求是三分钟之内啊，你藏在我这个集市里头。明白。然后呢，不能让人发现。最后，如果发现了，在这个集市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么一个范围。然后呢，如果让人发现了，你就有救。团子不会是你手里拿着这个吧？团子给什么东西？接着，快吧，拿着吧。我藏在哪儿？这东西能藏在哪？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准备把它放在……这一般人放不下。什么玩意儿？
说吧，变成牛了，你什么馊主意？荒谬！在我一介文武双全的赵云面前，告诉我继母，我先生是怎么教我的，是吧，团子？荒谬，过早。平安归来了。怎么了，大兜兜？你回来了，大兜兜。大兜兜飞是大老粗。大兜兜飞，大兜兜。我来，我先去个场啊。来，主公。我这时候可不可以把别人的找出来？主公，你先做好自个儿的事儿吧。派他出来做事儿，我给他说，这两匹马务必换两个草回来。待会儿过来，我两个马换一个草。只要你不对等的交易，你就是亏。你看，蜀国。哎，这跳跳跳，跳跳跳跳，哎，跳跳跳。我去草。地界太大了，没地儿。你别说。你真是昏君，他们待会儿专门找大物件。天哪，好难啊！就拿上面的是吧？哟，那这个藏在哪儿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样，你帮我穿上行吗？来。谢谢啊，一会儿别动啊，别动。这怎么办？对，就夹住了那个。我觉得还行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想不到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好了，就藏在你这儿了。我看到他。听不见。下一位。不会是我们先生藏得真快。嗯，三分钟和睦的东西，团子。我有这么大吗？别过分了，你手机帮我拿下，我过来。我这个有点，你这个砸了吧？你确定吗？我不对，这样，时间还别计时开始啊，我都是。我要疯了，我得放哪里啊？没有地儿放啊！我只能跟这个，因为这个比较突兀，只有跟它搁一块了。哎呦，这也放不下。等一下，还摔坏了！我真的疯了。我没辙了，我这个太大了。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嗯，我看到你们主公的酱油瓶了吗？我给你藏摆那儿，大大方方的摆那儿。我是一个五岁小孩那么大的一个。真大家都已经藏好了想藏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只有15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去集体出发，找到别人的东西，然后就获胜。每人只能拿一样，最后我们会拿出来一一来识别。他们藏的本来是不属于这个集市里的东西，你们需要通过记忆观察，推测出哪些是春游家族藏的东西。你们彼此不可以提醒就算作废啊！走吧，出发啦！竟敢比本将先行一步，你是何人？这个弓箭，感觉就不是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生抽一定不哦。有两瓶生抽。啊，这里面都打不开是吗？这画啊。画要查了。不是这么多箱子，不会吧？又是他画的调查。哎，这写的也不错呀。绣花鞋之前不在这里吗？
是，绣花鞋肯定是。简直先拿着吧。妹妹，你看着哥说这个是不是？这肯定不是啊，这怎么可能是呢？笑。我觉得不是啊，我搜了哥。我不管那个，我说这个。那你就拿着哥，我觉得你拿着。那我就拿着。两位，打扰打扰，咱们不吃呢你们。凉透了哈，没东西哈。哇，还真不好找，没想到。身上有没有什么不属于这个东西？赶紧最好交出来。被我赵老师发现了，可是不太好的哟。哇，还真不好找，没想到。那我搜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我操！拖布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！拖布肯定找到了。这个肯定是谁的？这个还行哈。这是什么？程程，来来来来，怎么了，先生？看这儿有挺怪的一个，这个灯怪不怪？怪，就抱走吧，抱走。我觉得他很怪。这个不是人家这儿的摆件吗？不管他，不是，反正就带走，就带走也行。谁让他不那个？还有多久？时间还有一分钟，时间所剩不多了，能吗？走吧。二位能站起来一下吗？啊，没动，那俩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杨洋洋，你干嘛呢？杨洋，你干嘛呢？杨洋，我就看一下二位。能不能站起来？谢谢。走吗？走。走吧。拿了吗？你绑他干嘛呀，杨洋啊？哥，你绑他干嘛呀？是不是有问题？不是，这是那于正，我更加要捧他了。你这个请留步，主公，哎，你过来一下，主公。你看你这个鞋是不是？你看这鞋是不是这个姑娘的鞋？哎呀，已经结束了，没结束，已经结束了，否则姑娘，请留步。就算你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追着你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姑娘，留步。把地址给你。鞋的主人是不是？好呀，快。哎哎。没事，现在已经不算了。喂，啊，你说，啊，找到了，啊，是的，已经不算了。对呀。来，这我们来揭晓啊！先恭喜大家，其实就两样东西大家找到了，因为一个是不属于这里的，另外一个还得是他藏的。来，先问一下小童的这个漏是谁藏的，请举手。没有，这就是这里的一个漏，这能捡漏啊？能捡漏啊？那我感觉我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垃圾。我们看，诸葛亮啊，这是谁藏的？站起来！谁藏的？站起来！我不倒霉。那是我的，还是恭喜杨洋找到了药？找到了。大兜兜，你这估计够呛了，大兜兜。这肯定是这儿的东西。那看一下这个赵云的东西，谁藏了赵云的糖葫芦？三二一。
这是人家这儿的布景。来，杨迪，谁有没有藏了他的拖把？肯定是有人藏着拖把，这么细。大豆豆，又是你，大豆豆，大豆豆，你藏这么大拖把？没错，你不觉得有一丝莫名的搭配吗？大老粗，你举他俩卖呗，你举他俩，发型发型一样。对呀、啊。找的高跟鞋，快说出来。高跟鞋在这里，那已经不算了。行，高跟鞋不算了。啊，他们说不算，好，再见。所以我们蜀国扣一分，魏国扣一分，第一名又是吴国。那你们俩藏的是什么呢？我藏的是这个镜子，然后我给它放在了这底下。刚才这个呀，哟，那这个藏在哪儿啊？我觉得还行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，想不到。哇，太聪明了，根本就看不到。那是什么？我觉得吴桐，你来看看这点公平吗？这个拖把我都想给它掰成四节。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呢？啊，杨洋，你的寿司卷，在哪儿呢？在那边呢，卷寿司的那个卷。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是这个吗？啊，就这，就这。哎呦，我们已经这边藏东西很厉害，我发现。对，都像我一样哈。宝哥是什么？我藏的时候没把宝哥累死了。你藏啥？当的当，厉害呀，厉害呀！这，对对对，好。谁上头往里看一眼就看得见啊！天哪，藏在上面，好聪明啊！哎，那是啥呀？谁看得出来呀？哎，宝哥的海报，好难！哎呀，这好难发现，真的好难发现。你们几个算真是呼噜呼噜，我心都快跳出来，就在这锅这儿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这筐里有什么？啊？哎，草莓应该不是那。后来我没办法，怕你们过来，我只能在那翻。你自己在那翻哈。我翻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其实你这也难发现。这个真的很难发现。好，那我们恭喜吴国啊，只有一个就给到吴国了。最后的输赢就在于你们最后的一个决战了。我蜀国已亡，已无任何期待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吴国待得可否？来啊，经过了这个一天的三国文化，大家肯定都很有收获。是的。三个阵营呢，也形成了各自的能力值。今天是智慧三国，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跟智慧有关的。那么谁赢到最后，谁就是能拿到这个智慧的荣誉。本身我们是没有智慧的，自从我们有了小乔，我真服了他们乔大乔二了。乔大乔。我们搞了一天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姓乔，但没有名字。对，乔某。所以我叫乔大。我叫乔二，跟熊大熊二有什么关系？今天的胜利者则统一天下，所以胜利者将会可以驱使失败的两个组哈，为他们做要做的事情。什么？对，但是输赢为起草言，玩这么大呢？对，我对此事并不知晓。就算起草言，您二位能怎么样呢？力挽狂澜。接下来输赢未可知，三个国家要开战了。
你们三个国家会互相攻打，请你们把你们的兵马粮草，哪些攻打各自的国家，分成两派。这杨洋还自信呢，哈，自信是拿儿本色。比如说蜀国，你要自己拿出多少兵马打吴国，多少兵马打魏国？全部。哎呀，你就必然输一个国家了，但你也可以赢一个国家。玲姐也没。您说。大老粗为你保驾护航。军师，给我打。你们现在要自己商量一下，你们要分多少兵力打。我们蜀国从来都不。我们不纠结。我们都不纠结。Trust me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派人从蜀国准备做好亡国的打算，往魏国赶呢。我觉得我们主公，主公只为天下设计，这些事儿我真是不行了。主公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是多送出一匹马的话，咱们都还多这么多分呢。这样的吗？啊，给我马。主公现在往回要马。跑远了。滴个大滴个大滴个大。给你草。四毛姨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但是你好，我不愿意看你认真的样子，别特别看认真吗？我对对。我怕他们拿所有兵力打你们。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你还是能打过他呀。但是就保全不了你们了。不用保。就是此乃硬汉，二位兄台真是硬汉。那我们请六位上决战台吧。上吧，不管了，不管了。我们在这儿。他俩好自信啊，自信了一天了。蜀国，请你先揭晓你攻打魏国的牌。真打我们？魏国，你也准备你攻打蜀国的牌，同时亮。三、二、一，多少？四。我们是四。你们十四。十四。恭喜魏国胜利。漂亮。蜀国。吴国都是这样子。自己拿出多少兵马打魏国？全部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呀，哎，完事儿啊。蜀国输这么惨，还是有问题吗？我就跟你们联盟，就是我们的都可以给你们。我们联盟了，大老粗为你保驾护航。他们说好的全部兵力打我们，结果只拿了四啊！你们把吴国给害了。嗯，主宝，哎，别着急。着急什么呀？我们兵力打我们，我们弱不弱？我们弱不弱？我们弱不弱？一是零，我们是二，我们就是。那你可以再赌一遍，那我们就写个再少，打个三四都行，三五。还是我司马懿，主公，给害了吗？主公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吴国希望蜀国来打我们，他就用了一点点兵力，来吧，看看，来看一下。
来来，我们打的你们。打那么疼啊？这多少？22。但是你们赢了我们。二。那还说好了用一打我们的呢？但魏国赢了一局啊。赢了一局。你们两个骗子。最后蜀国和吴国的终极是请亮牌。佩服。最后一刻竟然改数字。又三分天下了。不会吧。真的。零，哎，他们打平了，啊，他们零，你是零，你就四个，还有八的兵力呢，我留着了，留着呢，兵力不能留，给人算明白是吧？你没写，想起来就是吧。等于你俩关键是没打，和平了。不，我们和平了。对，我们就打他呀。啊，只有你们输了。什么？我们输了？只有你们被打了。你会不会算？双方派出一样的兵力，就是全军覆没。零都能打人。魏国一统天下，主公登基。好。吴国，其实是你们赢了。对，吴国赢，因为吴国从没有输过一次。他俩，你们从未输过。但是刚才真的好险，差点儿。如果他把最后，你们两位都输了，因为没有人输的，就是吴国。在程程的帮助下，吴国胜利了。你们这个还是可以，他们这个计策可以。那首先恭喜大乔小乔获得今天的胜利啊！别叫我们大乔小乔了，叫我们乔大乔啊！